玻璃是不会破，玻璃是没有松回去，然后现在一阵的冰风很大。掉了掉了，世贸掉下来东西了啊！注意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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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是一个他称的一个机器，就是说是世贸海峡大厦的物业，然后他放在这个楼体上的。然后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今天天气很恶劣，但是因为绳索断裂，就导致它的主体就是掉落。我们觉得应该是风的原因。我们的玻璃受损，然后大概我们目前看有一两层楼的玻璃其实都有受损的情况。我们玻璃没有掉，就是刮擦。底下是个草坪的，应该它在空中转了几圈才掉下来的，没有直接掉下来，就底下人员应该已经疏散了。现在那边就封路了嘛，不让过去了嘛，好像在核实。